我就喝那口可乐，你跟过去。啊！我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弯擦一擦也是。对不起。看到对不起啊，没事，我不需要穿着。你不会想着这样回教室吧？谢谢。今天早上为什么不等我？我都知道了，是我爸让你照顾我的，对吧？就因为这个给你添麻烦了。要是不想帮我，你可以不用这样。你笑什么？算了，你应该都不记得了。什么？你说呀。其实我还欠你一个人情。1953年，我和爷爷老家，当时刚好发洪水，我不是去你家借住来着吗？喂，我想去厕所。厕所就在外面，你自己去吧。你家根本没有厕所，我憋不住了才就在外面呀。我不会用。哼，你这么大了都不会用厕所，我要告诉妈妈。别和你妈说，下次你来城里我带你玩。原来你还有这么囧的时候啊！你竟然……哎，敢乱说你就死定了啊！所以你打算带我到哪去玩呀？啊？你答应我的。这是趁火打劫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周六下午1点，在你家门口等着。晚上做贼去了？睡不着。看你这精神头挺好的呀，一会儿给丁俊聪补补数学。我下午有事儿。他周末的有什么事儿啊？要回学校出板报，你下周学校要检查。你不班干部没选上吗？就是去帮忙一下。这种事儿以后少干，费力不讨好，还耽误学习。嗯。小晴呢？
行。你确定吗？行。我一会记得啊。那是不好意思了。哎，快！哎，眼花没看见。大爷，第五次了。一步一步一步，就一步啊。来了，大爷，我先走了，您慢玩。哎呀，你玩不起了。这今天咋的了？大爷们，干嘛呀？还不是都怪你，磨磨蹭蹭，小蜗牛。哎呀，女孩子嘛。什么味道啊？嗯？没什么。小提示。谢老板啊。这顿我请你吧。我可没有让女孩子买单的习惯。看来你经常和女生出去嘛？怎么可能？赶紧吃吧你。哎，深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好玩的地方？嗯。科技馆，海上剧院也可以。啊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可以看到很漂亮夜景的一个桥。这个地方很多年前是一个小渔村。最近经济发展了，所以慢慢也变得繁荣起来了。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厉害啊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会。嗯，跟你比，确实是绰绰有余啊。夸你一句就臭屁。哎，丁倩。嗯。其实你。不那么一根筋的时候，还挺……还挺什么？还挺像个正常人。你才不正常呢！好了，以后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提前跟我说，我有空的话带你去逛逛。嗯。谢谢。学啥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买点东西。这个是你同桌？嗯。关系挺好的嘛。嗯，没有了。嗯。我好像知道他，是叫周思月，对吧？嗯，你认识他？风云人物，经常听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的 CD 你都听了吧？听了，老师还夸我了呢。谢谢你啊，学长。跟我就不用客气了，我之后再找几本，然后让丁叔给你拿回去。好。那行，那你快回去吃饭吧。嗯，那学长我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把我鱼丸吃了？你不是让我挺开心吗？那试试吃啊。那我也没让你都吃了呀，还只剩一颗。饱了。带我去看电影啊。我生日啊。好啊。